哇，像一只像什么狗？嘴巴张开的狗侧面，它好像要把那个房子吃掉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天狗。其实我们这样应该常常出来走走的，看到好多很有趣的自然景象。妈妈，今天在高速公路上，我看到一朵很酷的云，我觉得很像一个妈妈抱着小孩，旁边堆很多玩具。真的吗？很多娃娃。我怎么没有看到呢？因为我没叫你看呐、啊。哦，下次要分享给我好吗？我自己真的很棒，很享受这一幅景象，是不是？35以上才是黄色。对，我们不在山上吗？山上不是应该好一点吗？对啊，山上应该又很干净。哎，真的，你看，27，其实也是。它降了，降了。等一下哦，看一下，我们等一下。怎样才可以把空气清净一下？干嘛关？先把车窗关起来了，这样就隔绝了。市区的那个污染指数高还是低？超高，刚刚变成很高的。哦，因为这边有冒废气吗？还是什么？因为大马路上很多车。哇，那你有没有觉得空气比较不好？好像有一点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好像还是那个 PM2.5 1和30的差别就差。